4月13日，何猷君发文否认港媒爆料奚梦瑶怀孕一事，表示自己只是与空姐在就要什么餐点进行对话，还把对话完整写了出来。最后他反问道，那问题来了，如何变成亲口说怀孕的？据悉，有港媒爆料称，近日何猷君与奚梦瑶乘飞机飞往香港，但因头等舱爆满，二人只能分开坐。有乘客表示，多次看到何猷君从商务舱到头等舱督促奚梦瑶吃东西。空姐过来询问关心时，何猷君称女友已怀孕数月，没什么胃口，所以他就过来督促女友吃饭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